大家好，我是肉包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9月22号礼拜二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鱼座，人际关系非常的温暖，让你觉得开心又愉快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，有贵人相助哦，可能给你一些小道消息，帮助你投资得利。第三个呢是金牛座，你的主管、你的上司啊，都非常的支持你哦，让你职场的部分呢非常的得意而开心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秤座，跟身边的人啊沟通不良，内心有一种不满的感觉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有一种左右为难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会有点焦虑紧张哦，自己想办法去排除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是绿色，数字是1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8；土象星座朋友是金色，数字是4。